其实猫猫用猫砂是一个本能，因为它们作为猎食者，它们一定要学会去掩藏自己的气味，而自己粪便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气味来源，所以它们会习惯性的用东西把它覆盖起来。如果一个猫猫经常到处去排粪，那可能你在环境中放到的猫砂量就太少了，或者你可能根本就没有准备这个，你可能是个新手。那这时候给它去准备一个猫砂盆，它往往都会自己去用的。但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，哎，那它如果是故意的呢？哎，它知道去猫砂盆里去大便，那这个时候它也是到处去大便。这时候你可能从两点上要去分析：第一点，你最近有没有揍过它？你有没有跟它犯过毛？哦，那这个时候它可能是一种报复心态。那这个时候你肯定要重新去衡量你们的关系，重新去建立起它对你的信任感。再其次，它是不是发情了？有的时候发情也会出现这种异常地方排粪的情况。那如果是因为发情的原因，你要去想到去给它去交配，还是干脆把绝育给它做掉。小贴士：猫会去掩藏气味，而粪便就是气味来源，习惯用东西把它覆盖起来。如果猫经常到处排粪，可能是放的猫砂量太少，或者根本就没有准备猫砂，还有可能是故意的，可能是你最近打它了，存在着报复的心理，或者是发情造成的，需要及时给它交配或者做绝育。